欢迎来到胶摄现场 plasticphoto.hk 啊！经过长期测试，呢支三阳嘅35-150 2-2.8光圈嘅镜头啦，今日同大家做一个报告交代啦。首先讲一讲支镜有几重先啦，1231 gram 啊，非常之重嘅，包含咗一支35-50-85-105-135-150，如果我买 APS 咧，咁基本上都可以当佢200嚟用嘅。咁啊，有好多网络红人就讲过话，喂 ，Sony 嗰支新嘅72-400 四啫，都要12,000。咦，咁呢支13,000嘅话，包含更多嘅镜，仲有2.8光圈，顶得住。35mm 开始，去到150，足够好多使用噶啦。咁有好多好有经验嘅拍片人都话啦，呢支镜嘅 zoom range 平时都常用噶啦，所以。咁大倍数嘅 zoom 镜其实好方便拍 video 嘅。咁啊，讲翻佢嘅能力先啦。如果最近对焦嘅话，即系呢啲系好紧要噶嘛。喺35mm 嗰阵时有0.33米，咁喺 tele 嗰阵时咧就有0.85米，放大比率都接近噶啦，都好 close up 够用嘅。即系有时一啲台面嘅 foot shot 啊，我哋用呢一支镜就咁 zoom 已经可以做晒所有嘢啦，悭咗换镜嘅时间啦，换镜之后吹尘嘅时间啦，所以一支镜啊顶到好多嘢嘅。另外啦，提一提佢 filter size 咧就82mm， 虽然好大，但系如果你用一支镜唔使换镜嘅话咧，方便你用一塊 filter 可以處理到好多問題啦。咁有多人就話啊，支鏡解像度唔及騰龍邊位啊，咁就會同騰龍嗰支爭少少啦。咁當然啦，好明顯地價錢都相差大約3,000啦。咁呢個睇願唔願意俾咯。咁依家我用緊呢部呢就係 A6600， 咁長期喺呢個6600上面使用啦，咁我講支 tele 鏡，咁你50-200 tele 鏡其實真係冇乜㗎，我最好2-2.8光圈，喂其實用得好開心，裝 APS 機上面，咁再配合呢 A74 加 Y Zoom 呢，基本上兩支鏡兩部機呢係影晒所有嘢㗎啦，同埋 A6600 解像度呢2400万像啦，又係可以好 tele 都可以 crop 到嚟用嘅，機身呢又輕少少啦，比 A74負擔唔大嘅，通常我都會孭喺左手邊用咯，再用右手輔助攞 angle 啦，咁所以就唔會覺得太重咯。但係都要提一提大家，用呢種鏡頭嘅方法就係首先要處理好你嘅左手，加多少少訓練俾你嘅左手，令到佢冇咁容易受傷啦。呢個係好多时候都会有提大家噶啦，同埋有啲女摄影师啦，咁好容易受伤左手嘅，咁因为相对地啦，女性都会肌肉冇咁大嘅，咁佢用到呢啲咁重嘅镜咧，就真系要小心啲啦。系啦，嗱呢个就系胶边啦，防水胶边，好幼好薄嘅。都有防水效果嘅，又唔使担心嘅，成支镜都系防水防尘嘅，所以就放心使用啦。啊 ，zoom 出嚟系防水嘅，我试过啊。落雨是 OK 的，即是不是大雨啦，都没有入水，没有积水在里面的，是啦。还有这个机身啊镜身啊非常之硬净啦。虽然比腾龙呢松身少少，但仍然都觉得好硬净的。去到抡相环节啦，就普通啊，一啲长镜 tele 镜嘅效果啦，追焦追到啦，好正常啦。咁啊，梗系唔系重点啦呢、這个。我哋睇下人像点样使用啦，都系请嚟偷明。头先之前见到啲相啦，就系、好近对焦35mm 啦，哇！挑战佢嘅化妆能力啊，30mm 我收一级光圈嘅2.8光圈。就40快门安全快门啦，好明显嘅 quality 话好夸张，近影就好夸张，除非你真系好叻化妆啊，同埋啊干净整齐 OK 嘅，靓咗好多嘅。我已经冇推过任何 contrast 颜色嗰啲啦，就咁见到嘅效果，好 3mm 吞后少少，远啲 quality 啦。都好清晰，哇！因为景深多咗咧，咁就明显啲湿面又会多啲，系啦，呢、这个就好自然嘅现象啦。跟住再远多少少，系啦，表情嗱 quality 都仍然喺度，开翻 100% 先，有少少手震嘅，明显，但系都见到清楚嘅头发啦、衫嘅纹理啦，跟住一唇纹都好夸张。可口可乐都好清晰，系啦 ，focus 唔系咁到啊呢张相，可口可乐就好明显啦，中咗嘅。好，跟住150同等嘅距离，30mm 令到佢 zoom 去150，变咗3200 ISO。好啦，呢见到我喺度，好睇冇其他相可以见到我喺度先，好夸张嘅唇纹啊 ，OK 喎，真系 quality 啊，依家就塞咗喺我嗰度啦，就唔系塞喺条眼睫毛度。
其实真系好方便呢啲嘅，远处 zoom 即刻 zoom， 跟住再 wide， 总之系冇拉到呢、這个任何 contrast 啦，即系 over 咗少少嚟影啦。咁就已經見到很好嘅 quality， 穿嗰啲樹影啦，咁都認人認得幾好嘅 focus， 好明顯見到啦，眼睫毛、眼眉毛都一梳梳好清楚見到啦 ，highlight 都明顯有質感 ，quality 應該毋庸置疑啦，因為已經用咗好多特殊嘅鏡片去做呢支鏡噶啦，皮膚、鼻嘅質感出到，嗱依家留意啊，依家係6400ISO啊，都好多 noise 嘅，眼睫毛認到人好清楚啦。皮肤纹理质感是8000ISO 添啊的情况底下都好明显见到啊。好，再嗰啲睇呢个 zoom 到第130啦，远处 OFO 嘅效果，人嘅线条都好清楚，方便啦呢支镜真系。好，去到晒例啦，1000ISO 35mm 啊，40分满 ，OK 嘅，非常清晰支镜，还原质感好好啊，都系啦，三嘅反光面都出咗好多，强烈嘅冇乜纹理啊。好，即刻 zoom 去150某望，方便使用啊。虽然 ISO 4000好高啊，咁但系湿嘅地方咧都好清楚见到，开翻66先。明显见到啦，头发一丝丝啦，唇纹好清楚。Top light 系有个光管喺度嘅，咁啊非常清楚咧，亦都系 ISO 都去到8000噶啦，所以啲 noise 几强烈嘅，但系头发嘅线条都仲喺度啊，保留到呢、這个 Sony 特色啦，高 ISO 都可以出到线条嘅，呢、這个系我中意用 Sony 嘅原因啦，纹理多啦。后来又喺 Teddy 上面又 zoom 翻翻嚟，即刻30mm wide 啦，留150即刻 zoom 去35mm wide， 好清晰嘅对焦，亦都系纯嘅纹理，亦都好夸张，反光面好靓，即系好夸张。其实呢支镜咧系真系绝对可以代替好多支人像镜咯，即刻 zoom 远近，方便又快。另外搵嚟另一个靓女记者，都暗嘅环境底下啦，都8000ISO 噶啦，都系用呢支2光圈至2.8光圈嘅35mm至150啊，即系又要 Teddy 又有。环境即刻又有，即忽然间打横瞓，又可以即刻35mm 前镜深做到嘅效果。保持你嘅手嘅健康咧，就要做下健身先至好用呢啲咁重嘅镜头啦。